长吼，啊，我吴杰是我真好的执行委员，啊，所以我伫这个所在特别甲咱大家推荐吼，我想这么好的人才，啊，头拄啊足侪人已经甲咱介绍，啊，不过我伫这个所在要甲咱大家提供另外一种的资讯啦吼，啊，可能咱在座有真侪人捌我，啊，我大概伫咱台南市参与伫这个选举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负责迄个分析盘吼，已经超有20年啦吼。啊，可能你来记得1992年，市民第一遍就来到台南市选立法委员的时阵，中山路苏华区迄个竞选总部是我负责的吼。啊，所以这地当来啊，我对台南市的迄个选举的迄个选情吼，有真侪人将我当作是一个真重要的专家之一。啊，所以我想咱大家真关心。吴姐，这回来伫台南市北区来选市议员，是毋是有迄个空间，还是迄个可能性？我想咱若要选举，就就选落条啦吼。啊，所以有人要甲我讲，啊，嘛有真侪人，无管伊是国民党个也好，还是民进党也好，其他个人，伊知影我有这方面个专长，啊，所以有咧请教我啦吼。讲安尼，吴姐这个人伫北区是毋是有迄个空间，还是北区目前已经划下这个人？啊，因的当选的几率偌济吼？啊，我将你这个所在跟咱大家分享啊，咱知影吼，北区迄个蓝绿的分布吼，大概是51:49啦，就是蓝色的有51，啊，咱绿色的有49。啊，北区要选7位的候诶，迄个议员吼，啊，目前只有2位是民进党，换句话讲，有5席，过去有诶是亲民党诶，啊，即下改做国民党安尼，啊，有迄个无党诶。啊，当然，迄个分子无相像啊，有诶是乌道诶，啊，有诶是，我想迄个背景咱卖人讲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5:2表示咱民进党诶议员诶席次哦，叫做偏低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有我迄个观察，特别是吴杰啊，已经宣布要在北区选议员了后，啊，我伫北区诶所在啊咧有安尼打一咧。啊，当然。真侪人讲选举真侪条仔卡真重要，啊，我有去分析遮个支持者个本身个动向，所以我甲而且甲咱大家讲，我计绝对有空间。而且为甚物？因为咱即位只有4位个民进党个候选人伫北区来选，所以咱应该有3.5个机会，就是讲介少爱有3席。啊，当然，即4位拢真优秀。啊，咱来当看到吴杰嘛特别优秀安尼去杰出，啊，所以哦，我想咱会当将咱的专业放伫吴杰的顶端，因为已经有2个区的，啊，一个区的已经陈定辉已经倒立位啊，伊即马要叫伊的小妹来争取迄个妇女迄席，啊，另外就是陈忠元议员，伊嘛真在啊，啊，所以我想伫这个所在，我特别要甲咱大家推荐。我计是咱第3席的五万，绝对有机会。多谢咯。啊，我家己本身嘛是北区的市民啦吼。啊，我倒有6票啦。我倒有6票。啊，不是干6票俩。我相信啊，我伫台南市基层经营真久，啊，我会真欢喜，用我的所有的人脉，拢交予吴杰。多谢。加油！2001年、2005年，柯建才竞选台南市市长的时阵，我拢担任伊的特别助理。我相信在座足多人知影吼。啊，我对伫柯市长伊的任命，我嘛知影伫对啦吼。啊，我袂当替伊注意，不过我会甲伊邀伊的支持任命来支持我杰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个柯市长去加落去吼，我相信我杰绝对有空间。所以咱唔能讲，哎，啊，咱支持一个会调啊，袂调。我甲你讲，只要你人一心替伊邮票，遮个四零拢加落去了，我杰绝对会当选，对唔对？对。好、哦，这是我的专长，所以甲咱大家分享啦吼。所以咱爱有信心，啊，我嘛对吴杰有信心，因为过去伊长久以来伫民主运动的顶端的付出，予咱检验，伊绝对是袂变心的人，对唔对？所以咱绝对袂上当者吼，有诶人会上当吼，有诶足侪人甲我笑讲，啊，王秀乐啊，你无效啦，你支持郑定山，郑定山啊，得者，郑定山就是郑惠君的太太哦。1991年，伊选国大诶时阵，我是伊执行总干事。1992年，郑明德选立法委员，我是竞选总部诶主任。即
阵个人吼，甲今仔日有足侪朋友讲，啊，你某咪人啊，啊，你拢支持迄个变节嘞。当然，咱知影有个人啊，真正系变节啦吼。唔过吼，计长久以来，咱所观察嘞，伊绝对无变节，伊是真正坚持台湾的优先，坚持台湾的理念。亲像我即马担任台湾诶基督徒独立安全促进会，阮主张台湾爱独立，台湾爱叫做一个正常化国家。我相信是咱的理念，所以我也相信五吉绝对咱可靠。啊，我所以我只要特别拜托，啊，咱甲咱用心报告吼，五吉绝对有条的本钱，绝对有条的实力，所以咱唔能惊，咱勇敢来甲邮票好唔好？啊，多谢大家吼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祝福五吉，真正竞选成功，开好吉的，服务做好行，我相信咱在家己行做伙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